说真的，我们没有两个单独去约会过啊。啊，嗯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唯一有一天单独去约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登记那一天啊。那你们平躺的时候，平躺是？我们其实都是跟家人，我们没有两个去，三个人平躺，跟妈妈也平躺。不是，我是只约会，我只能约会是。你是说出去外面 dating 那种？我们没有，就是两个人单独去吃饭、看电影，都是跟一群朋友，没有，就是跟一群朋友，不然就是跟他家里的人。我们就是没有两个人，然后唯一第一次两个人就是我们去登记，对，去登记的时候，然后那一天妈妈就没有跟了嘛，我们才一起去看一场电影。不过看电影他也妈妈跟，他妈妈就没有，就因为平常我们都会三人行嘛，跟他妈妈、婆婆，跟我婆婆一起，对，然后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请继续。对，然后因为就是结婚那天，他妈妈就觉得，哎，就我们两个就是已经今天登记了嘛，那就让我们去约会。那我们早上登记完之后，登记以后才让你们去约会，也不是这样讲，就是不是应该是约会完很久再去登记吗？这逻辑很怪。没有，就是我们登记完，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就是如果约出去，真的就是朋友很多，不可能就是两个人而已，没有从来没有两个人像。